好，大家可以影相先。大家可以先拍照。摄影员可以让一让给后面的摄影师，如果拍完照之后呢，请让一下后面的摄影机去拍照。好，是不是差不多啦？差不多了吧。好，差不多了。那我们首先好的，首先请台上的长官先就坐。欢迎大家出席今天2021年香港治安情况的记者会。我们安排了部分记者在多用途的房间参会。记者会即将开始，把时间交给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先生。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记者会。与我一起出席的有副处长管理郭应树先生、副处长国家安全刘次慧女士及副处长行动袁旭健先生。现在呢，我向大家讲述2021年香港整体治安情况以及警队本年的工作重点，之后呢，欢迎各位提问。2021年全港共录得64,428宗罪案，较2020年轻微上升1.9%，其中暴力罪案增加196宗，整体破案率也回升0.7%至38.5%。整体罪案增加了1196宗，主要由于单是诈骗案已经增加了超过3600宗。录得下跌的罪案主要包括行劫、盗窃、纵火、伤人及严重殴打、刑事毁坏及盗窃等，其中伤人及严重殴打、抢掠、扒窃及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或打斗的案件数字更是过去10年的最低。现在我会先讲讲几项比较受关注的罪行。首先说说行劫和盗窃案。随着社会恢复稳定，警方可以更聚焦处理市民关注的治安问题。经过同事的努力，针对性加强巡逻及采取情报主导的行动，打击及侦查街头和入屋罪行。再加上市民大众防罪意识提高、热心举报和协助之下，去年行劫案较2020年大幅下跌53%。
去到123宗。那么，金铺和这个珠宝店呢，就是下跌了92%，连续六年没有发生过涉及使用真枪的案件。其中啊，123宗里面，行劫案当中啊，96宗被侦破，破案率78%。而盗窃案也下跌30%，有1472宗。警方一共侦破513宗案件，拘捕402人，破案率38%。行劫案及盗窃案的案件数字是自1969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而破案率则是过去45年的最高。接着我要谈谈谋杀案，有23宗，较2020年增加了一宗，当中14宗涉及家庭或者亲属的暴力，全部案件已被侦破。接着是性罪性，性罪性方面，强奸案有79宗，增加15宗，破案率是98.7%，当中只有一宗涉及陌生人，并且已被侦破。大概40%的案件涉及16岁以下的受害人。非礼案呢，录得50%的升幅，至1018宗，主要由于2020年数字受疫情影响，是过去十年的新低。约30%的案件涉及16岁以下的受害人，受害人在网上认识疑犯后被强奸或者非礼的案件共有40宗，增加9宗。有鉴于此，警方重点提升未成年人保护自己及防范网络性罪性的意识，除了定期与家长、教师组织及相关持份者进行会面外，也制作了两集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罪性威胁的简报短片，透过公众网页及18区家教联会转发，提示家长善用过滤功能及培养子女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警方会持续留意性罪性的趋势，连同各持份者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接着想说说诈骗案，警方留意到诈骗案有显著的升幅，去年录得19249宗，较2020年呢增加3696宗，当中超过70%与网上骗案有关。其实大家要留意，之前一年就是2020年对比2019年也上升了超过7000宗，就是说过去两年呢已经升了超过10000宗的骗案。升幅主要呢在2021年来说呢是来自援交骗案、网上情缘骗案、投资骗案及网上求职骗案，录得80%至3.5倍的升幅。举个例子，网上情缘骗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是经过通讯软件认识声称为金融才俊的骗徒。受害人误信骗徒嘘寒问暖的甜言蜜语，在从未见面下就堕入爱河。骗徒取得信任后，随即诱骗受害人下载一个虚假应用程式进行投资，受害人不虞有诈，先后多次转款共1800万元。而在持续的宣传教育和打击行动下，网上购物骗案、电邮骗案及电话骗案录得20%至30%跌幅。电话骗案呢，虽然减少了53宗，但涉及的损失金额却上升40%。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年初有一名受害人接获一名假冒内地官员的来电，声称受害人身份被盗用，并牵涉一宗严重案件，需将存款转账给骗徒去自证清白，并告知检查完成后
会全额发还。受害人听从骗徒的指示，五个月内先后被骗走超过2亿5千万元，是历来单一最高损失金额的电话骗案。警方留意到电话骗案的受害群体呈年轻化，去年的个案显示受害群体主要集中在18至40岁，一共有48.2%，四成的受害人更拥有大专或者以上的学历，也是最大的一个受害群组，当中不乏一些教育从业员，也有法律从业员。骗徒编造的谎言听起来一幻似真，就算是年轻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只要稍有疏忽或者不够冷静，一样很容易受骗。此外呢，投资骗案涉及的损失最多，超过33亿，当中包括五宗已被侦破、涉款超过20亿元的大额骗案。警方也跟证监会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进行联合行动，瓦解了一个以唱高散货的手法的跨境诈骗的洗黑钱集团。警方去年也跟各地执法机关开展了一连串的情报主导的联合行动，瓦解多个跨境诈骗集团，涉及超过260宗在香港发生的网上骗案和电话骗案等，拘捕了85人，并冻结接近5000万元的资产。此外呢，警方持续与业界合作，提升银行职员及汇款商辨识受害人的能力，去年就协助了阻止了218宗骗案发生，较2020年上升一倍。反诈骗协调中心，就是我们的 ADCC，和他们的18222防骗疫热线也继续协助减低受害人的损失，在833宗骗案当中成功拦截23亿元的骗款。有效预防是打击骗案的最有效策略之一。警方去年随着循着社区网络及传媒多个渠道全方位宣传防骗讯息，包括举办全港性大型宣传活动防骗月及推出防骗一站通的网站。警方在上个月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跨年全程守网运动，透过研讨会、宣传的摊位及新闻发布会等，提高业界及市民大众对资讯安全及预防网络陷阱的意识。警方今年会再接再厉进行密集性的防骗宣传。此外，警方于去年推出守网者的网页，并提供钓鱼诈骗搜寻器，协助市民查核可疑的网址或者电邮地址是否钓鱼诈骗陷阱，避免受骗。警方也连同香港大学研发了一套名为 Vanguard 的可疑电邮侦测系统，协助企业识破电邮骗案的陷阱。接着我要谈谈勒索案，一共有1592宗，升幅1×4。有关的升幅呢，仍然是来自当中占73%的裸聊的勒索案。值得关注是，裸聊勒索案当中呢，有30%是学生，相信呢也是最大的受害群组。相信因为近年交友软件流行，年轻人轻易与素未谋面的网友互发裸照来传情，加上对保障个人私隐的意识不足，让他们更容易堕入裸聊的陷阱。警方一直致力加强预防裸聊勒索案的教育及宣传，我们连同电视台制作的特辑，持续在公共设施还有社交媒体播放预防短片，
举行学校的讲座以及网上的研讨会等。少年警训也在去年十月份举行短片的创作比赛，提升年轻人对裸聊勒索案的防范。虐儿案有1232宗，大幅上升6%。有关生父主要是来自于涉及身体虐待的案件。保护儿童的工作不能单靠任何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市民大众及不同的机构和警队携手同心同力，合力地保障儿童的安全还有福祉。上个月就收到热心市民的举报，揭发了一宗令人痛心的幼童院舍职员虐打多名的幼儿的案件，涉及的多人已经被检控。这是有关同乐居这个案件，有关的跟进还在继续之中。我们有21人的小组，日以继夜的去看6万小时的 CCTV 的影片。我们再加多了5个同事，希望可以在最近，包括在新春的假期，日以继夜的去看了所有的 CCTV 的影片，希望在1个月里面可以完成把有关的人绳之于法。我们将会继续的去做。警方去年十月份也展开了以保护儿童为主题的同行同心大型教育及宣传活动，透过鼓励参与有益身心的亲子运动，呼吁大众关注青少年的福祉以及提升小朋友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重毒品罪行方面有1570宗，升幅37%。在过去10年，全球的毒品的产量、吸毒的人数以及毒品的集货量均有所增加。加上受疫情的影响，全球入境的管制措施收紧，贩毒集团不断地改变运毒的方式，利用海空货运渠道走私特大量的毒品入境。警方去年灵活调配资源，加大打击力度，除了破获有记录以来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及贩运氯胺酮案外，多种的毒品检获量均录得升幅2%到6%不等。在青少年的犯罪方面，因为刑事罪行被捕的青少年有3021宗，较2020年减少了966宗，减幅是4%左右。但因为严重毒品罪行被捕的年轻人则增加了112人，当中10岁到15岁犯案的少年更录得1倍的升幅，占整体青少年的比例也有所上升，显示较年幼的青少年被利用参与反毒的活动有所上升。所有持份者都有责任让青少年明白干犯毒品罪行的严重后果。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人诱骗，低估贩毒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曾有一名15岁的少女被毒贩诱骗，在坠入法网之后才惊觉判刑与成年人是一样的，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17年半，前途尽毁。警方将会竭力打击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以及追查背后贩毒团伙之余，也会积极提高青少年的抗毒的意识。教育界、家长、社福界、传媒以及其他专业界别的持份者需要与警队群策群力，一起遏制青少年被利用进行贩毒的趋势，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品。承继去年6月禁毒月的大型宣传活动，以及在9月份
禁毒处举办的应对吸食大麻问题的网上专题演讲。警方、县政与相关持份者携手开展为期一年的禁毒领袖学院计划，携手保护青少年免受毒害。少年警训正筹办举办，去年反映热烈并吸引了160家学校参与的第二届 STEM UP 香港创新科技大赛。现在我会讲到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执法情况。往返实施一年半以来，警方积极搜证，截到目前为止，警方拘捕了超过160人，当中超过100人被检控。警方留意到，仍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透过网络或者是媒体去煽动其他人进行违法的行为。警方会继续网罗情报，并果断的执法。最后，我想简单的讲一下警方今年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以及我们今年的三个工作重点。今年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维持8个项目，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暴力罪行、打击黑社会犯罪集团及有组织罪行、打击毒品、打击赚快钱罪案、加强网络安全和打击科技罪行、提高公众安全及加强反恐工作。至于今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全民反恐。社会秩序已经恢复稳定，但是还有小部分的反中乱港分子转去地下化，例如去年涉嫌企图策划本港恐怖袭击的光城者团伙，以及七一的孤狼式恐怖袭击等等。警方会继续以情报主导，尽早展开调查及执法的行动。全球的形势显示，世界各地仍然面临恐怖主义的活动的威胁。警方会持续加强情报收集，积极透过不同的媒体及活动加强公众对本土恐怖主义自我激化行为的认知和应变能力，鼓励市民做出举报，期望做到全民反恐。第二，聚焦防罪灭罪的工作。今年警队会再接再厉，聚焦处理市民关注的民生及治安问题，尤其是在打击诈骗、科技罪行及严重毒品等涉及跨境元素的罪行。除继续采取以情报为主导的行动外，市民大众的热心举报和协助防罪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今年警方会继续聚焦资源，采用主题式的防罪灭罪活动，提升市民的防罪意识之余，也鼓励大众发挥关怀互助的精神，时刻提醒身边的友好、左邻右里保持警惕，提高防罪的意识，并积极举报罪案，警民携手全城防罪。第三，加强社区联系。警方会采取积极及广泛的公共关系策略，主动、适时、迅速地透过不同的媒体和渠道回应竞争的议题，协助市民辨析虚假的资讯，赢取公众的认同。同时，警方期望凝聚社区各界的力量，就市民关注的议题与社区加强联系及协作。警方一直关注并在去年推展动物守护社区大使的计划，在社区层面循教育、宣传、情报收集以及调查4个方面聚会爱护动物人士的力量，与警方共同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因为公众实时的举报、提供资料，相关的罪案的破案率由2015年的28%逐年上升到去年的56%。
在年轻人的沟通方面，我们会更主动地拓展跟学校、家长等非政府的团体等等，还有传媒，还有其他的相关持份者，加强协作的机会，强化年轻人的防罪的意识、守法的意识，并积极地跟社会不同的界别跟持份者合作，令整个社区成为警方防罪灭罪、推行警政的好伙伴。总而言之，香港的整体治安情况去年是稳定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也顺利举行，与其他的国际大都会相比，香港的整体罪案率也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虽然整体的罪案数字录得轻微的上升，但刑劫及盗窃案都录得显著的跌幅，破案率也回升。除了警方努力维护法纪和扑灭罪行，也有赖市民防罪的意识提高和支持灭罪的工作。此外，行政长官选举即将举行，警方已经加强情报的汇集以及进行风险的评估，确保选举能够在安全有序及稳妥的情况底下举行。我们也会竭尽所能做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相关的保安工作。今年我们继续跟社区加强联系，警民携手防罪灭罪。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我们将一如以往在节日中坚守岗位，守护香港。新年就到，我借这个机会跟传媒朋友说一声啊，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好的，现在是答问的环节，请先举手，我们将会有人给你们一个话筒，请先介绍自己的所属的机构，每人限问三题。前面那位男记者，有请。你好，香港01 Anthony， 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国安法跟国安处的工作。国安法已经有一年多的实施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传媒的机构因为涉及案件所以停运，不少的新闻从业员也给警方拘捕，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拘捕行动吗？警方怎么看待警队跟传媒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对新闻自由有影响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警队的装备方面，有消息指在小型的水炮车方面已经运到香港了，最快请问什么时候投入服务，在什么情况底下会使用？有传警队会引入电枪，有关的进度现在是怎么样的？第三个是有关疫情的问题。今年一月初，红卫民的生育会里面，肖先生是其中一个出席者，您也去了这个隔离营居住，对于这个事情您有什么回应呢？在竹篙湾的感受是怎么样？以后将会尽量避免吗？谢谢。好的，谢谢您的问题。我先回答第三个问题，关于我出席一个洪伟民的生日会的事情，相关的调查现在仍然还没有完成。就当天我自己的细节，就是出席宴会的细节，我在这里不方便讲了。我要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在警队里面，我们社区警政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方面是关乎我们要出席一些社交的活动，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推动社群参与，跟社群共同推动警政，这个是我们警队的策略方针，已经是超过20年。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要加强跟社区的沟通，我们要贴地，我们有需要要跟公众人士、社区包括市民，我们希望跟他们是可以拿到一些资料，包括不同的警政的问题，举例交通安全、防止罪行等等等等。
在这一些方面，我们也通过沟通，我们希望可以加强我们警政的透明度。这也是我们可能你们都听过是什么是社区警政。社区警政在世界各地的大型的警队都非常着重，也有推行的，希望可以加强市民对警队的信心，减低他们对罪案的恐惧感。也因为这样，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每一个警区我们都有一个警民关系组，目的就是这个，要加强沟通。除了警民关系组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前线的指挥官也都在地区出席很多不同的社区活动，还有社区的会议。恰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可以增加沟通。作为警务处处长，我本身也有需要以身作则，去同样的做这一些的工作。有关阿洪生呢，就这次呢，有关那个洪先生，特别在道路安全方面跟警队呢有一个很长久的工作关系。他本身呢是在交通安全队，他已经呢是在交通安全队做了超过25年，从1995年开始，然后在2016到20年的时间呢，他也是交通安全队的总监，然后现在2021年开始，他是一个荣誉总监。至于在道路安全议会，洪先生呢，也是现任的一个成员。自从2013年，他已经是在道路安全议会的成员。至于香港道路安全会，他也自从2003年已经加入。他现在呢，也是他们行政会议的主席。虽然我跟洪先生在私交方面呢没有联络，但是确实啊，他在道路安全方面呢是跟我们有一个长久的关系。事实上，他也在不久前带同一些道路安全队的小孩，也有参与我们少年警训的活动。所以在个人来说呢，我呢很多时候我跟我同事都有需要呢出席一些社交场合。那么除了跟一些社区领袖接触之外呢，我本人也跟很多不同类型的在社区的人士或者持份者有联系，当中包括可能是学校校长、老师、家长，甚至一些社工，甚至一些年轻人，我都经常有跟他们沟通，都希望拿更多的意见。在警政方面呢，我们怎样能更进一步达到我们能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的目的。在这方面呢，就这个事件，如我刚才说了，有关的调查还没完成，我在这儿暂时不说我当天晚上做了什么。不过你刚才问我关于进竹篙湾的感受，确实当天呢，我进竹篙湾，大家都知道，当时最初呢是有一名同样有参与宴会的出席者怀疑确诊新冠肺炎，所以有鉴于此，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官员或者市民，进竹篙湾去做检疫，这个是必须的，是需要做的。所以你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本身的自己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水炮车、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你刚才说这方面就是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这个是最近可能你有听过，我们最近有3部这样的用途车已经抵港，
在十二月的时候，那我们预计在2022年第一季，我们会从机电工程署接收相关的车辆。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会用这辆车，其实之前在第一次我们购入这种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及，我可以重复一下啊。一般当我们考虑部署这辆用途车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三方面，包括可能已经出现严重伤亡、财产被大肆破坏，或者通过占用主干道、扰乱非法堵塞交通，对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符合上述情况，我们的警务处助理处长行动可以授权调配这辆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接着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安法实施之后，有传媒机构因为涉案停运。那么这点呢，我想在这儿特别强调一点，就新闻自由这方面，其实我想重复说说，新闻自由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我们绝对知道这点。但现在呢，每天大家在报章上也应该看到，每天报章上呢都有批评政府施政的文章，也有很多特别针对政府高官谴责、批评、讽刺等等，各种各样都有。这点没问题，只要你不是企图透过某些言论去鼓吹激化或者煽动其他人去违法、煽动仇恨等等。那我们就一些传媒的停运，其实他们停运是他们自己选择，不是我们要他们这样的。我们针对的不是某些机构或者行业，我们针对的是他们犯下的罪行。在这一方面呢，大家如果谈关于新闻自由，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新闻自由啊，不是绝对的，很多的自由，新闻自由也因为需要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原因而受到限制。当大家去谈新闻自由，我也想说说，大家经常说到自由，但自由绝对不是不是绝对的，自由啊是建基于法律责任和义务。如果任何人本身都违法的话呢，我觉得他没有资格去谈自由。你可能有提到，就有关的传媒，先后有两位传媒停运了，三个啊。其中我发觉。有些传媒人曾经说过，现在的媒体是被卷入一个政治巨浪。首先我想问，这个巨浪究竟是谁在兴波作浪呢？你至少很多相关的人你都可以起码是坐在一条船上，但很多年轻人无辜在海里面游泳，然后突然间被卷入这个巨浪。也有人说记者也是人，都有家人，都有朋友，这个我同意。但是大家也不要忘掉，年轻人都有家人，都有朋友。我曾经探望过一些在囚的年轻人，他们都说了，其实他们都同意，在黑豹期间他们很受社交媒体等等的影响。在这儿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曾经去探望，就是透过我们跟程教
住并西安同行的计划探望过一些在囚的年轻人，他们曾经说过什么呢？我希望大家不妨去反思一下。曾经有一个被捕的年轻人说，啊，长官，你十六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我都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我都希望能打打球，看看戏，或者将来看看能不能认识女朋友，拍拖啊！我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越走越前，然后来到这儿。当时的气氛呢，会让你无法思考。人们抛汽油弹，我就去做啊！现在呢，在这儿没有手机，自己整个人可以开始沉淀一下这两年自己的经历。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而且非常的珍惜跟家人的关系。另外一个在沙嘴的年轻人，他有说，每次我想起我妈妈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舟车劳顿花大半天来探望我，而且每次都坚持来，想到这儿我真的很难受。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对于我真正不离不弃的人呢，只有我的妈妈，不是什么的所谓手足。她这么辛苦熬到我上大学了，我觉得对他不起。另外一个在沙嘴上想学当厨师的年轻人，他说这里没有手机，所以呢我有很多时间去想。其实以前只想一面，但是现在的话呢，带入两边去想，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傻，给人利用了。因为只要想想整件事情谁得益呢，谁承担后果，然后你就会明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我最想就是快点出去找工作，过一些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去帮人去实践一些空谈的政治口号。不过我自己都担心出去的话呢，不知道会不会能找工作。另外一个被捕的男子十六岁，原本他是读第一级的中学，因为刑事毁坏餐厅而被捕。他说被捕之后呢，我父母都哭了，他们为了我花了很多钱请律师。现在我非常后悔，因为我要坐牢，我的人生停止了，没有不能上学，要重读中五。我希望未来可以当教师或者社工，以自己的经历去教年轻人，不要一时冲动而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终身的事情。我想问，我跟大家花了不少时间谈这个事情，在整个黑豹里面，很多人都利用年轻人，就是推动他们出去。如果大家不断谈自由，反过来啊，我想大家那些人抚心自问，他们是不是问心没愧呢？他害了很多年轻人，破坏了很多家庭，很多草根阶层这么辛苦才能就是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但是现在的话呢，对他们的前途的影响很大。大家呢，希望大家去想想啊。谢谢。下一个问题，前面第三排米色外套的女记者，你好 Now TV 的，想问问是关于洪伟民生日派对。那么当时呢是疫情期间，有社交距离措施生效的期间，这么大型的生日派对，你作为警队的领导层出席这样的一个派对，是不是合适的举动呢？就这件事情啊，警方会不会有其他跟进行为在做呢？第二呢，就是关于立场和新闻情运，当天警方交代立场新闻案件，就说
案件涉及报道中受访者的言论，如果新闻工作者引述少数的声音或者反对声音，那这些引述的言论呢，可能会让公众不喜欢政府或者涉及批评政府，会不会构成煽动行为呢？能不能澄清一下这个界限？另外，如果新闻工作者本身的工作呢，就是要引述或者报道其他人声音，那如果因为这样而入罪，那对于新闻工作者是不是合理的规范？事件也引申到众新闻的停运，会不会觉得这个案件已经有杀鸡儆猴的这个效果？第三，一些数字，去年有没有一些警员因为违法被捕？有没有相关案件的数字和起诉数字呢？谢谢。多谢你的问题。谢谢您的提问。首先，有关出席洪为民先生的宴会的事情，在这里，正如我刚才所说，有关的调查还没有完成，我在这里不方便说我当天出席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间等等。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说，当然，就这次的事件，我在这里再次向一些受这个事件引致令到一些负责抗议的工作人员加重他们的工作量，或者是加重他们的压力，我在这里向他们致歉。将来经一事长一智，将来在疫情还没有进一步改善之前，我跟我的同事也会尽量的避免出席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至于立场众新闻方面，我的同事李俊华高级警司之前已经说了，在什么情况底下构成煽动，所以在这里我不再重复。正如我刚才所说，批评政府是没有问题的，批评政府官员也没有问题。我相信每一天在报章上面也都看到这些。你说这个是不是说批评就涉及犯国安法呢？这个当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有一个人有没有犯罪，除了看他的行为以外，也要看他们的意图，他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意图，犯罪的意图，这个我们肯定会看的。商界啊，或者是有说传媒要停运，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们停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因为他批评政府啊？他们就说我们杀鸡儆猴，或者是说我们侵犯言论自由，在这个方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晰的。在座今天有超过30个传媒的团体，在座我相信也有很多传媒的朋友，每天都可能会有一些批评政府官员或者政府施政的报道，这个不奇怪。那为什么大家也都继续在做你们的工作呢？那掉过头来，为什么相关的那些传媒团体他们会选择自己停运呢？是不是他们自己心虚呢？这个大家我相信都会非常清晰有关的答案。另外，有关警员违法行为有没有数字，有没有起诉的数字，在这里我可以说，在2021年一共有37位的警务人员因为违法刑事的罪行被驱捕，比对2020年的45人减低了8个。另外，有关起诉的数字，起诉的数字因为有很多的案件现在还在调查之中，在这里我没有一个确实的数字。谢谢。下一题。
第三排黑色衣服的女记者，谢谢。南华早报 Christine， 有关啊这个生日会门，您怎么看？在啊这个行政长官的记录的行动方面，你认为这个丑闻会影响警方吗？另外啊刘女士，就是官法已经拘捕了160人啊，也起诉了很大部分的人，这些数字你怎么看呢？到现在的那个工作你怎么看呢？首先呢，再次有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参加一个生日会的事情。我再次说，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有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所以我认为呢是不适合的。我在这里做一个仔细的一个形容，就是当天我做了些什么在这个生日会上。但是我之前也提到有关社区的那个互动呢，是我们警方20年来的一个工作。我一直在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工作警政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跟公众的人士有沟通。基本上我们是需要知道社会上面的人士在各个方面的一些想法，包括道路安全啊，还有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这一些将会把公众的信心增加啊，把罪案的数字减低。大家都知道，在社区的警务工作是在世界上面很多的大型的警方他们都做的工作。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每一个警区呢，我们都有那个警方跟市民关系组。我们有前线的一些高级的警务的人员，也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还有工作，就是为了我刚才提到的原因跟目的。所以我作为警务处长是有这个需要，一定要以身作则。在这个方面，有关这个生日会的那个主人洪先生，我刚才已经提过，从那个道路安全的方面的工作，他跟警方是有长期的合作的关系。他现在呢，还是在不同的在道路安全队，还有就是道路安全委员会等等方面提供他的服务。所以我个人呢，是跟他没有联络。但是他在工作方面是跟警方呢是一个紧密合作方，在尤其是在道路安全方面，所以个人来说，我认为是有一个需要也是重要的。我刚才说是有这个需要呢，是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强的一个跟社会人士公众的一个关系，包括社会的领袖，包括其他的持份者。以致呢，我常时跟不同的持份者沟通，包括校长、家长、教师，非政府组织、年轻人等等，就是这样。有关拘捕，就是国家安全法的拘捕方面，到现在为止，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国家安全法主要呢是针对非常少数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到今天为止，我们有162人拘捕了，我们认为他们是被怀疑是违法，就是国家安全法。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有没有意义，我不觉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任何人他犯了罪犯了法，尤其是国家安全法，我们一定会打击拘捕有关的人。
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至于我们冻结的资金或者资产，到现在为止，在这一些的国家安全法有关的案件里面，我们有1.5亿是冻结了的。你要不要我补充一下？好的，谢谢这个提问。首先呢，处长刚才已经说了有关冻结的资产方面，所以我不会重复。有关数字，我们拘捕了162人。我同意处长所说，这个数字本身单独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意思就是说，国家安全法已经被执法了，而且适当的合法的执法，它的主要的聚焦点呢，就是实证，在不同的层面的法庭呢也有判罪，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对社区的一个讯息，就是在违反国家安全法的后果。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坚实的可以保持法治。我希望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就是香港在国家安全法之前成立之前之后的情况。我们想一想，2019年的下半年，2020年的上半年，我们在香港体验了非常大的社会的不安，当中有大量的爆炸，还有就是武器，很多的汽油弹在一些大学里面发现到，有在道路上面纵火，你知道在人方面纵火。道路被堵塞，一般的市民呢不愿意不敢出去，整个城市瘫痪了。有了国家安全法以后呢，我们的市民可以在一个安全正常的情况底下生活，我们已经有了法治，这个就是国家安全法的效果。它针对非常少数的人，就是违法的人，保护绝大部分的香港的市民，也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的权利跟安全。好的，下面礼堂里面的记者有没有人想发问呢？下一条。听得到吗？你好，我是情报记者，有一个提问。肖处长刚才讲到有若干的大型的活动，特别特首的选举，还有回归25年，相应会有集会的活动。我是不是要声音大一点呢？是的，哦，那今年呢有几个大型的活动，包括不同的团体可能都会申请去搞一些集会或者是活动。今年警方会收紧再收紧申请集会的要求呢？会不会比以往更严格呢？第二个问题想问，刚才提到关于传媒报道的问题。我相信传媒担心的是现在的界限不明确，比如说未来采访现在身处海外的人士，评论现在香港的问题，这个会触犯法律吗？警方或者国安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更清晰的界限，让我们传媒可以知道呢？谢谢这位记者的问题。首先有关游行集会，我们叫公共安全活动 public order events， 公共继续活动方面，大家问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反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多年来被视为示威之都、游行之都呢？在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在2019年中旬之前那几年，有很多不同的大型的示威
游行活动。香港基本法赋予香港市民有游行集会的自由，这个是一定的。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但是在过去几年，就是2019年中旬之前呢，很多时候游行集会都是和平有序进行的。而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就是2015到2019年的上半年，就所有这一些需要通知警方的公众活动，我们都有发不反对通知书，基本上是100%发出的。但是为什么到2019年下半年改变呢？就是因为黑暴的期间，很多人假借和平示威为名，但是其实呢是借助一个平台去制造黑暴。这个我相信不需要我重复，在黑暴的期间有很多破坏社区，肆意伤人，袭击警方或者市民的活动。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有需要去关注。而且呢，在未来，在一些有可能举行的公众活动，我们就每个活动，除了它的人数，除了它会举行的公众活动的地点或者游行方面呢，它的游行路线之外呢，当然有几个因素会我们有需要去看。第一呢，就是国家安全；第二就是公共安全或者秩序；第三就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几方面呢，我们每次去衡量应不应该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而去做一个独立的风险的评估。以前是这样，现今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些因素呢从来没变过。所以刚才问会不会更严格，当然我们会就这几个因素去看，也会在线上线下会加强情报收集，看看会不会就是有些人会借助这些机会从中做一些破坏社会安宁的活动。那么接着刚才大家看就是关于采访一些身处海外的人的评论回香港会不会触犯法律。刚才我已经说清楚了，在国安法底下，国安法相关的罪行写得非常清楚。其实你会否犯法，刚才也说了，除了你去批评之外呢，你背后的目的犯罪意图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也会非常严格的去看，一定会看清楚。在这里呢，我想说我们警方的责任呢，我们要去衡量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一个证据，看看我们可以去拘捕他。至于在检控方面呢，我们检控权在律政司，最终是否能把他们定罪呢，就是法庭。谢谢。下一题，前面第二排红色衣服的女记者。首先想问呢，目前香港是否仍然存在本土恐怖主义的残余势力？那23条立法期间呢，如何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那第二个问题是呢，过去一年间呢，有香港警察不幸的因公殉职，那未来呢，香港警队如何更好地保障同事的安全？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想问现在呢香港疫情形势严峻，那昨天呢就有退休警察说愿意加入这个抢检和围封的行动中，那在这些行动中呢，警方和退休警察都发挥了哪些作用？谢谢。谢谢啊，对不起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我用广东话回答你好不好？谢谢。咁啊，首先讲，首先我说就是关于
香港会不会仍然存在一个本土恐怖主义的残余势力？自从国安法立例之后呢，整体香港的情况呢，大家都同意，就是整体恢复一个比较平静的环境。但是啊，在很多场合都提过，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事实上呢，过去两年黑暴期间，关乎用真枪实弹或者是用爆炸品的案件呢，已经超过20宗。不久前，大概半年前七月份的时候呢，大家还记得7月1日在铜锣湾有一宗孤狼式的恐怖袭击，7月头也有一个港独的团体，刚才也说了，关于这个光城者，他们原本策划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利用年轻人去放置炸弹，所以啊，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未来，我们基本上在做从几方面，包括情报收集，我们线上线下都一直在做，看看会不会有任何人借社交媒体，从而去找一些人出来做一些对社会安宁有破坏的行动，甚至一些恐怖袭击活动。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在情报搜集方面呢，我们会继续跟其他纪律部队或者海外的执法团体，我们会交流情报。在执法方面呢，我们每逢有大型的行动，我们一定会高姿态的巡逻，我们会调配很多便装的同事、特种部队去加强巡逻和做一些搜查。然后呢，在宣传教育方面呢，大家之前也听过了，我们有做过一些宣传，就说如果大家看到有怀疑是炸弹的物体，应该怎样处理，提防有诈。那么也有一个闪避球，说如果万一碰到一些恐怖袭击，那么大家应该身处这些情况应该怎样应对。另外呢，我们最近也有一个个案，就是见疑即报。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大家呢，我希望大家所有全香港市民，当看到任何可疑的事情，包括可疑的人、可疑活动或者可疑的物品，如果大家看到不需要犹疑，就尽快报案。尽管最终是一个误会也不要紧。我在这儿想举个例子，其实不久前大家都看过一宗凶杀案，发生在一个出租车司机身上。那宗案件发生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宣传，我们很感谢市民。大家应该知道，当天有个市民呢报案，就让我们能很快的把这个对很多市民可能产生一个很大危险的人物，一个疑犯，我们很快把他拘捕。其实当天除了这个热心的市民外，当天也有其他的市民看到一个像是疑犯，都有报案，到最终不是，但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热心的市民。如果我们真的热爱香港这片土地，我们希望香港能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我在这儿呼吁，希望任何香港市民，如果大家看到有任何可疑的事情呢，就尽快报案，好吗？那么就这一连有同事不幸殉职，我们会不会加大对同事的保护？这方面呢，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同事日常执行职务的安全，这方面呢非常重要。
就你刚才说，我们之前有同事不幸殉职，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不时都在检讨，我们怎样能更让我们的同事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能更安全，包括除了在行动策略战术方面之外，在训练方面我们也会加强，在装备上我们不时检视有没有在世界各地，包括我们的祖国，有没有一些装备能适合我们的同事，能更大的可以保障他们执行职务的安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做。至于防疫方面呢，其实现今在防疫方面，过去两年我们警队一直以来都站在抗疫最前线，我们在很多方面呢都有参与抗疫，包括我们有些同事被借到去做个案追踪，现在已经超过40名同事在做这个，我们也利用我们的超级电脑帮忙做个案追踪，我们不时去巡查一些地方，看看会不会违反599啊，也会看一些，会做一些封区的措施，做疏散的工作等等。那么这个在未来呢，在现今是这样，未来也会继续去做。我们是一个主要部门，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跟政府一起同心抗疫，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有没有退役的警察同样能发挥这个作用。其实近两天你们可能听到我们有很多退役的同事呢愿意出来帮忙去前线做抗疫的工作。谢谢。下一题，第一排这位男记者，谢谢。我是无线电视的，大家问了很久，同事们的关系怎样评价未来？大家的关系预期会好，转好还是变差呢？跟市民的关系近期也没有看到很大的示威，你觉得是好转，还是大家已经存在了一些隔碍了？另外呢，青少年吸毒也没有遏制，多管齐下之下呢，原因是什么呢？打击毒品方面呢，会不会再进一步呢？骗案方面呢，增加了3600多宗，细分之下呢，哪些是最多呢？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有4条问题我想回答，跟传媒关系会不会预期会变好还是变坏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好的可以更好，我们在过去特别这几年在警察公共关系科，大家都知道我们多加了很多同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跟传媒继续维持良好的关系，比如我们传媒联络队当中有很多同事，他们本身有他们自己的职责，他们加入传媒联络队是一个额外的职责。那么我们从最初2年前我们只有100多人，现在呢是超过300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呢其实是希望跟大家更多的沟通，我们尊重大家的采访自由，这个是一定的。在未来呢，我希望我也跟我们的警察公共关系科说了，我希望能够将来继续加强我们之间的沟通。接着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型示威是不是好转，还是有任何的隔阂。那么大家看到自从国安法立法之后，那么整体情况呢，大家说了大致上恢复稳定。最近呢，如果你说大型示威是减少了，那么当然是大幅减少，因为相继以往去举行大型示威的团体他们自行也解散了，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呢是我绝对相信很多的香港市民都希望
香港整体的治安和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方面呢都稳定。大家去回想，大家是不是真的希望过去两年的黑暴重临呢？我绝对相信大家都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刚才说他人权利和自由，当我们看去不去批出一个公众活动，我们会看他人权利和自由。事实上在黑暴期间有很多人上街或者出外的时候呢，都担心今天在哪里会有人搞事呢，就不敢出去，所以就影响了很多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最近呢，比如说在万圣节或者12月31日，我出去巡逻，我看到很多家庭很开心的，可以到外面跟朋友欢聚。其实这个就是正正是我们全港市民应该珍惜的。我好想，所以我非常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市民不再希望有大型的示威的活动，甚至到一个可能就是到暴动的情况。关于年轻人吸毒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贩毒，除了吸毒以外，贩毒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贩毒涉及大量的毒品，影响年轻人他一生一世。我刚才提到一个例子，那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判了17年半的牢。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未来我们将会有一个短片访问了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妈妈，将来在2月中旬我们发出这个短片，大家会知道利用年轻人去贩毒对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曾经跟我们拘捕了的年轻人跟他们谈过，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们会这样做呢？第一，金钱的利诱，超过50%的年轻人是因为金钱而去做贩毒的行为，跟着还有一些是朋辈的影响等等。很多的贩毒集团利用年轻人，我刚才提到的这一宗，每一次他去贩毒收取大约15000块，但是他不会知道他已经判罪是17年半了。贩毒集团也都会讲一些理由，比如说年轻人警察在街上不会截停你的，很少的，或者定罪判罚也不会是重刑的，会或者说年轻人很多时候没能追踪是谁让他做这种违法的行为的，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被利用了。我在这里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多年来经常我们说我们非常关注年轻人，大家也都会这样讲，但是真的希望大家付诸实行，大家帮帮忙，真的为我们年轻人 着想，不要让他们后面的贩毒集团利用他们，令他们影响一生。骗案方面，3600多宗，当中的细项最主要是什么呢？当中刚才也提到，在19000多宗里面，有超过七成是网上的骗案，包括什么呢？网上的商业骗案，就是网上购物的骗案占绝大部分，接近大约是6000多宗是网上购物骗案。另外是社交媒体的骗案，包括什么呢？包括援交骗案，还有我刚才提到的网上情缘的骗案，这两种加起来是3600多宗。另外还有投资骗案大约1500多宗，求职骗案大约1000宗左右，集中是这几种的骗案。下面礼堂的记者请提问。
AFP， 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肖先生，你提到就是警员去年被拘捕的数字，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就是警员是已经定罪的数字，还有在内部处成的数字，还有警员是停新的那个处置的一些数字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家安全法或者国家安全处的人员的数字，它涉及多少个部门在过去一年的花费多少？还有警方的国家安全的部门跟中国就是在香港工作的有关方的人员是怎么样的呢？另外去年警方呢就是说有孤狼的一个个案，在这个调查方面，这个个案的调查有没有新的资料呢？这个所谓的孤狼是不是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跟公众披露一下呢？好的，谢谢你的提问。首先呢，我先来谈一下有关数字，就是已经被定罪或者是定罪违法的警员的数字。在2021年总共有37个警员是干犯刑事罪行被拘捕的，在法庭定罪的，我之前也说过我没有这个数字，在现在没有这个数字。有关警员被控诉的，因为他们干犯了刑事罪行的，总共有31个。第二个部分有关国家安全处，还有现在的数字，有关警方的人员还有就是跟中国内地的官员合作的资料方面。首先呢，有关人数方面，这个是隐秘的，是不适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有关国家安全处的那个工作。另外在那个费用方面，这个也是不适合披露的。另外我们呢是在工作方面，我们是独立工作的，在调查任何的国家安全有关的个案方面，除了搜集资料证明拘捕方面呢，我们都是独立的行动的，在这一些的方面。另外在7月1号去年的所谓的孤狼的行动，有关的调查现在还在继续之中。最后两条问题，前面那位记者，凤凰卫视，有关诈骗案，刚才提到网购有几千宗，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多了在家里，或者是网上情缘的个案多了那么多，警方针对这个情况会有什么针对的行动呢？第二个，有关水炮车，网上说这个是国产的，这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购入国产的水炮车？是因为车型还是成本的问题？这个已经反修例的时间一段时间了，增购这种的设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怕以后会卷土重来吗？另外国安法的情况，拘捕了100多人，有没有涉及什么样的罪行？像过去一年的执法的重点是在传媒身上，今年会有重点的方向吗？这个数字将会有回落的趋势吗？
80亿的运作的成本，现在用了多少呢？在财政预算方面需要申请增拨资源吗？谢谢问题。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方面，确实有关的特别用途车，我们是从我们祖国购置的。事实上，关于我们的装备方面，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时会做一些调查研究，看有一些装备武器是适合我们在行动方面是有用的。我们事实上也看到我们祖国的装备跟很多其他国家的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经过我们非常细致的一个调查研究之后呢，我们在特别用途车我们购置了三部，对于我们来讲的在我们工作上面是可以加强我们的效能的。至于为什么又购置这一些的装备，我们时刻在我们日常的行动方面我们会不时的检讨，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不能要等有事发生的时候才去考虑买些什么，我们要居安思危，我们要 做足准备，我们预期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发生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有关的相关的装备等等，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是有需要添置的。另外国安法拘捕了100多人，有没有特别的罪行？在这里我不去逐一的去谈，因为当中国安法大家都知道针对的主要是4项的罪行，在这里就哪一个罪行有多少人这种呢，我不在这里逐一的细数了。关于有关的资源80亿怎么去用啊，我刚才也提及了相关的资料是机密的，如果我公布呢可能会影响我们行动的效能，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诈骗案有几千宗，是不是疫情多了大家都留在家里我相信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这个不是唯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在过去2年疫情的情况底下，我刚才也说过已经加多了一万宗了，我们怎么去应对呢？我这里简略的说一下，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听过我们的提子，就是提防骗子，这个大家耳熟能详，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被人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例子，我们会问哎，为什么这样也会上当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稍有不慎或者是给对方影响了，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突然紧张了，我们就忘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觉得有需要要跟大家去讲防骗的手法或者行骗的手法。我们都知道不要被骗，但是有人给你打电话或者用社交媒体联络你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知道对方就是一个骗子，但是当你知道他的手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哪一些情况底下可以避免或者防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2年我们用全方位做了很多的宣传，我们知道仍然骗案是有所上升，所以现在我们去检讨我们怎么可以更有效的防止。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不同的渠道我们在做宣传，我希望各位媒体你们的存在去防止这一些的罪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这样想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的，
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身上。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当你们知道任何防骗的手法，记紧记紧，要告诉身边的人知道，这样我觉得才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法，防止诈骗案的方法。最后一个问题，前面那位女记者，你好，东方，国安问题，想问警方会怎么评价现在，社会里面恐怖主义蔓延的情况，受到恐怖袭击的风险有多高？刚才处长说，现在有媒体、社交媒体还有煽动的情况出现，那未来国安的调查方向是以媒体为主吗？还是有一些媒体在调查之中的呢？副处长，实施国安法一年半，你怎么评论有关的工作呢？第二个问题，有关毒品方面，检获量还有宗数方面大幅的上升，刚才处长说十年来这个是国际的一个趋势，是不是香港无可避免的就会输入更多的毒品呢？香港在毒品市场方面是扩大了，还是进来的毒品都是转口的呢？嗯，翻过去。第三个问题，关于数字，过去一年涉及刑事案的被捕人方面有多少是免遣返的申请者？跟前年比有没有上升或者下降呢？谢谢。啊，谢谢你的问题。等一下呢，我会请刘自慧副处长说说。那首先谈国安方面，怎样评价现在恐怖主义的蔓延、恐袭的风险？刚才我说了，自从国安法立法之后呢，整体情况呢恢复稳定，但是事实上我跟大家说过了，过去两年不时有一些案件涉及一些真枪实弹或者爆炸品，七月时也有孤狼式袭击等等，所以这些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希望大家留意。至于未来国安调查方向会不会以媒体为主，那这个刚才也说了，我们针对的不是某些行业、某些机构，绝对不是，是针对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所以这点是我们主要看的东西。还有没有媒体被调查中呢？这个当然有关行动细节我不能跟大家来披露，但是很简单，你会不会担忧你自己可能被调查呢？其实我相信那些有关人等他们自己心中有数，他们如果知道自己曾经犯过法，他们就要预期有一天警察可能会找他了。我回答关于毒品，毒品方面呢，检获量确实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呢，确实检获量呢有大幅上升。刚才提到关于各地封关的问题，所以呢，很多贩毒集团呢利用了其他的方法，比如距离说，香港呢以前是蚂蚁搬屋的方式，但现在是透过海运、空运去输入大量的毒品，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检货量为什么大幅上升呢？也是这个原因了。至于过去一年那些假难民的数字，假难民就是非这个华籍的持证人，就是第八号表犯案被捕的人数，2010年呢对比下呢减少了五个，他们占整体全香港的被捕人数大概是3.2%，他们干犯的罪行主要呢是相对包括是店铺盗窃、杂项盗窃、部分严重毒品罪行。谢谢，我把时间交给刘自慧副处长。谢谢，谢谢问题。首先，我想说，所有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所有案件，我们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都依法执行。第二，
我们看到各级法院就不同案件在维护、在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方面，对这些案件都做了裁决，而这些裁决也很清晰地向社会传达了一个违法之后的一个后果的信息。第三，仅对国安处也跟社会上下不同界别的持份者沟通和协作，协助业界组织和相关人士履行香港国安法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提升他们在国家安全的意识，同时也提升警队的执法效能。我们也有跟其他政府部门，包括一些执法机构，持续加强合作和协调，务求在各层面都能堵塞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杜绝意图危害国安的人士乘机去闹事。第四，我非常感谢香港市民，因为对国安法的落实做出很大贡献。一个例子是，我们可以从国安举报热线看到，市民很欢迎这个国安法，也给了大力的支持。我们国安处的举报热线开展了14个月，已经收到超过23万条信息，而我们也有案件是由国安举报热线提供资料成功破案。最后，香港国安法在有效执行下，我们看到社会慢慢恢复秩序，暴力行为比之前黑暴时间大幅下降，一些煽动违法的行为也减少了。那么这些鼓吹违法、所谓港独的口号也几乎绝迹了。我们看到社会恢复正轨，正本清源。谢谢问题。在这儿，在离开前，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刚才也有人问到关于诈骗案，过去2年上升大概超过10000宗。我在这儿也想说，很多无辜市民受骗，很多人把他们一生的积蓄呢给了骗徒，有些人甚至按了他们的楼宇或者问家人朋友借钱，都给了骗徒。所以在这儿，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骗案常见手法，和给大家一些防骗的锦囊，给大众市民，也希望在座的传媒朋友可以帮忙宣传，提醒身边的亲人朋友，说说电话骗案。我相信大家可能应该曾经受过一些可疑电话，骗徒往往假冒官员，自称是外地的政府执法人员，或者法庭的检控官，或者其他公私营机构的职员，要求受害人交出保证金，或者透过伪冒银行网站或者应用程式骗取密码，操控受害人的网上理财户口，把他们的血汗钱转走。对于电话骗案，我呼吁大家要留意4件事。第一，每逢看到有加852这样的陌生来电，很大可能呢就是假扮由本地打出的诈骗电话。第二呢，就是即使陌生的来电者能够说出你的个人资料，甚至能有机会传送你的照片，或者一些好像真的法庭拘捕令等等，也不代表他是真正的执法人员。骗徒可以透过不同的手法去取得市民的个人资料，所以记住，尽管是看到自己的个人资料对方能给你了，甚至有照片，都不要理会他，不要听。第三，真正的执法人员调查案件的时候呢，并不会透过电话向你拿取银行的账户资料，一定不会的。第四，真正的执法人员呢，也不会
教你，就说不可以把有关的事件向你的家人透露，甚至会请你不准你挂线，这个也不会的。所以希望大家记住这四件事情，关于电话骗案。那么谈到网上情缘的骗案，骗徒一开始呢会以甜言蜜语令受害人上当，曾经最夸张的是说自己是英国威廉王子，也有然后对受害人 推荐一些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而且声称可以提供一些内幕的资料等等。当受害人把投资的钱存入骗徒提供的个人银行户口或电子钱包的时候呢，骗徒呢就会消失。还有很多的骗徒呢会用一段时间跟你去建立那个关系和信任，然后才开始请你投资。就这些网上情缘骗案，我想大家留意三点。第一，如果怀疑对方的身份，不妨请对方开视像，让你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看看他是不是他可能说是法国工程师或者意大利的律师等等，尝试问他。第二呢，就是切勿透过不明来历的连结下载所谓的投资应用程式，真正的程式呢只会在官方应用程式商店可以下载。第三，当所谓投资公司以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电子钱包收取投资资金，那很大可能呢就是骗案。如果大家有怀疑，可以打18222。第三点就是关于网上求职骗案，其实很多啊，大家要提防这方面。近期有骗徒声称会用高薪招聘汇款员，负责把外国资金转到香港。骗徒会把受害人求职的个人资料向银行或者财务机构借贷，并且先把钱转到受害人的户口，再诱骗受害人交出贷款。在这一方面的骗案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如果还没有正式上班就被要求缴交保证金或者其他费用的垫资，或者做刷单员或者汇款员等等，作为招来，很大机会是骗案。第二呢，千万不要把银行户口借给雇主或者陌生人，或者以个人名义带其他人申请贷款。第三，如果招聘广告能够说能赚快钱，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学历资格技能等等，那么大家呢就要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有没有这么大的 那种的好处可以随便拿到呢。在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呢一直都是我们首要的工作，所以呢在这儿我想做个广告。下星期二开始我们警方会举行一个防骗月，那我们会跟社会各个持份者举办不同形式的防骗活动。最后呢，在防骗方面呢，我刚才也提了，当大家知道了请帮忙宣传告诉身边的人，因为呢你不知道，大家在座各位相信你们都很聪明，但可能你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天突然间心情紧张下会被骗徒骗走巨款。最后呢，我希望大家能一起看看这个月新推出的防骗广告片，一起提防骗子。正都无处不在。我是执法人员，拘捕令有你的资料，想洗脱嫌疑就俾你的银行户口资料我，让我个人资料就信你啊！睬你都傻。你只虚拟货币买得高喎、啊？假情假意假投资，睬你都傻。边有咁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同我想开嘅网址唔同，睬你都傻。有怀疑即打1822。大家记住收到呢。大家记住，收到这些电话讯息的时候呢，就不要理会它。好的，谢谢。我们记者会今天结束，谢谢大家。